你解決不到我的問題，我的工作就要出賣身邊的人。我不想做黑社會，我想做好人。你認不認得我？我認得你，那小心點。我是保安科楊廣明，你兩個在調查我，你知道的。跟了你很久了。我是講了那麼多廢話，你幫不幫我先？你幫我，我幫你。看來韓心仲要完全信你喎。唔滿意我？嗰度成千萬軍火㗎，俾翻人啦！我的貨呢？陳永仁寄咗餅帶俾我。陳永仁寄咗餅帶俾你，老Sir。喺 office 玩得開唔開心？我跟咗韓心幾年，我諗你同佢嘅關係都應該同我解釋下啩。我唔需要同你解釋。楊錦榮嗰邊我搞掂，俾多次機會我。對唔住，我係差人，我係差人。